好，收到啦。今日同呢个屎靓仔韩大妈一齐打机。咁你想玩乜嘢啊？而家我比较简单少少，你玩到边度啊？简单难度 O 唔 OK 啊？屎靓仔。OK。你拣关啊 ？OK。咁我哋玩个快速游戏啦。然之后就OK OK 好。嗱，我决定啦。嗱，嗱，你一开始嘅时候储 level 咧，储 level 咧，咁我会觉得咧，你要你要储一支静音枪吓，咁样你就谷爆其中一支枪咁样。嗱，你又可以咧游戏设定嘅，你睇唔睇到我啲游戏设定噶？哦，迟啲睇翻片啦吓。OK， 咁而家我教嘅游戏设定咧，就系冇特殊丧尸嘅。OK， 咁同埋咧就可以咧。是少啲丧尸打，咁另外呢就会系呢无限生成，即系呢你可以不断咁样嚟到去有嗰啲劲嘅嗰啲装备同埋命硬。咁呢种系可能冇咁好玩嘅，但系呢咁样做呢你就储支枪会相对嚟讲系快啲。咁然之后我哋呢就嚟到去变更章节，我哋玩一关叫莫斯科。咁呢关呢係可以不定喺度储嗰支枪嗰个嘅功力嘅。咁玩咗难度二先啦。咁我至少 show 咗俾你睇点样嚟到去储嗰个嘅能力。然之后呢先至第二关嘅时候先试下你真正嘅能力，就去返一个普通嘅 level， 好唔 OK？系啊，同时间一个 pair 咋？屎靓仔，你要准备得未？你揿准备，然之后先至入到去打嘅。O K， 嗱，呢个系最比较相对地简单，因为已经剔除晒啲难嘢。咁而且呢关咧系比较容易储到嗰支枪嘅 level 咯。无论是手枪又或者是普通枪，咁如果你纯粹是为咗谷 level 嘅话咧，就可以嚟呢关打。咁啊，同埋你可以用翻我之前头先选个选项嚟到去disable 咗啲难嘢。但平时我承认系冇咁过瘾嘅，咁但系试咗一次先啦吓。好，系啊，我喺度做直播咁啊嘛。嗱，我就用呢个无人机嘅，咁到我有呢个飞机俾你嘅时候咧，我就会嚟到去帮你噶啦。我哋而家去嗱，你可以攞呢支嘢嘅。我 target 咗嗰支啊，你 pick up 佢啊。Have a look at this。你可以放榴弹咯吓，即系放呢个流动手榴弹咯。即系 heavy weapon 咯。黄色衫嗰个啊，着黄色背心嗰条友仔。系啦，其他嗰两个系废嘅 AI。而家过隧道呢关系相对嚟讲比较容易堆草呢嘅。系啊，咁我同你一阵间帮你过第一关。咦，点解俾人冚啊你？喂，快啲啦！喂，点解你哋两条友去咗边啊？你哋快啲啊！
suppose 要咁快噶嘛？嗱，去到呢度咧就有个破门炸药可以攞。唔系啊，唔关事啊，你有个疾冲掣噶。我唔知道你 PS5 点样疾冲掣啊，你一阵出翻去 option 嗰度睇睇。嗱，有支靓枪你可以，你 focus on 一支枪先啦，你 focus on 你而家嗰支枪先。嗱，我而家俾嗰个无人鸡你，大家企埋呢个平台啦吓。乜嘢话？我个 function 系可以俾一只无人鸡你噶，哇！窒友啊，岂有此理！无人机你人哋啲丝埋到你身咧，你会电佢啊！阿常威哥哥好中意用呢只噶。唔会电到你自己噶。窒友窒友窒友 ！Oh no！ 唔系佢近埋到身嘅时候，佢会有嗰、那个电啊嘛。佢因为咧，如果你系嗰、那个系保护力强咗咯。嗱，呢度又有个破门炸药嘅。OK， 可以上楼啦，僆仔。呢度上去，上楼梯。我而家喺楼上啊，你见唔见到我啊 ？Hi。见到 Hi。嗱，你见到有个 point， 我有个 pointer 咁样咧，你就跟住我啦，或者揾个 pointer 啦。OK， 跟住而家开门。啊，你仲留翻只无人机 ，good job。哦，你知道冲冲仔喺边啊 ？good。咩冇嘢唔系啊？你揾到个冲仔啦，系咯。系啊，你冲掣你，我睇下你，我都见唔到你冲。系咯，喂，出翻嚟啦，喂，你要过嗰个门啊，僆仔，过门未啊？你好似老婆咁啊，要过门啊，知唔知啊？我哋边啊？哦，你喺边度？我
你研究到个冲剂啦，而家可以冲走你啲屎啦，冲刺未啊？我又破门炸药开门，你要企离开少少，离开少少，如果咪爆亲你。佢低能噶嘛 AI， 呢个世界 AI 系好渣噶。嗱，呢度有啲箱要开咧，你就可以有啲补给咯。但系你而家都唔使转住噶啦。你而家暂时谷爆一支枪先啦，因为 你要有嗰、那个滅聲器啊，你要去到第五级先至开始有滅聲器啊，好重要噶。吓、啊，你要入子弹咯、啊。OK， 我话俾你听喺边度入子弹。嗱、啊，呢度前面暂时未有入子弹嘅地方。我应该有嗰个变枪噶，点解冇嘅？我搞错啊！嗱，呢度又有个破门炸药嘅。呢度咯，呢度落嚟，喂，靓仔，呢度，我而家落咗嚟个电梯度啊。O K， 我而家出，见到未 ？O K， 呢度落。O K， 呢度有支枪啊，我哋要即刻转弯，即刻转弯。O K， 落嚟。哇！呢度又有支枪，岂有此理！咁我过嚟呢度啦，唯有嗱，你执呢支枪啦，因为你执支轻鸡啊。OK， 好，走啦。啊，呢度又有支，呢度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好，你见到我未啊？呢度行过嚟，好，跟住而家入嚟呢度。呢支都几劲嘅，将来你可以执呢支。咁耐都未有，咁耐都未有枪嘅。呢个谢依信成日都，谢依盖成日都有事嘅。吓点啊？又嚣啊嚣嚣，系咯，嚣下自己啦，你跟住 OK 得好，咁走啦。哇！侄友岂有此理？好上去啦，上嚟靓仔。keyboard 系 keyboard 系好啲噶 keyboard。
哦，佢可能呢关系冇弹药汁唔会啫。Anyway。去到 finale 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机枪狂扫射的，可以那你就可以很开心这样狂射。系而家你啲屎塞鬼住晒，嗱呢个咪执弹药咯。咁严重？嗱，你守住个中位啊，狂射人就得噶啦。哎呀，有窒友，我帮你搞掂啦。你而家要储嗰个枪啊，呢关最开心就可以储枪。喂，呢度有好多丝啊，你射呢度啦。系啊，呢关可以咯。呢关你唔过板嘅话，就可以不停喺度储力噶啦。系啊，你而家呢一关最主要就系你可以不停咁样储咯，所以你系最好爱嚟 upgrade 你支枪嘅一关嚟嘅。你唔呢关莫斯科嘅毒气战，嗱而家系咪温紧书啊？嗱，而家呢个教学嚟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嗱，呢个你揿翻着佢，补充子弹。哇！又停咗。成日不停叻机，我知双管仲未加爆。哦 ，Heavy， 你对住下面嗰啲好劲啊！嚟到，我用 controller， 可以系你如果俾人擒死咗，你会变丧尸嘅。呢、這个嗱，僆仔你喺呢度打，嗱呢度不停有啲尸爬上嚟啊嘛，咁你储嗰个力就会快好多噶啦。喂，你得二百几个尸就杀咗，你快啲努力啲啦。你见到咁多尸，你不停射佢啦。唔系啊，咁多尸你而家射咁咯？你嘅呢度入弹嘛？呢度入弹啊！嗱，呢度呢度啊！我都入弹啊！唔系啊，我 L 冇晒。我咪指咗俾你呢度，呢度入弹啊！你不定喺个中位嗰度打，哇！又停，
而家纯粹系嘈啊！我特登唔过板住啊，要过板好容易啊，帮你嘈嘢啊！哦，哇！你有清 headshot 啊，有大支。哇！又叻機，你可能仲难打噶。AI 其实你可以不理嘅，喂又叻机。三百几个咋？你睇无限丧尸咁样冲嚟噶，呢关所以就不停喺度吵咯。嗱，你打到五百只丧尸，我就完啦，好唔好？唔系你爆到头你就得噶啦，你都可以 technically 瞓咗喺度都系 headshot 噶，但系通常只丧尸如果瞓得喺度嘅时候咧，都应该系佢已经死鬼咗。系呢关同埋你都几好可以练咯，因为佢走喺条天桥喺度 catwalk 嘅时候咧。或者 C walk 嘅时候咧，咁你都可以练习爆头咯。但系你睇住佢嘅时候，你就更加增加压力。咦，屎靓仔，你都系打得349，你做乜嘢啊？
你喺个过程当中，你而家做乜嘢？嗱，呢度咁多丧尸，点解你唔杀嘅？喺嗰条桥咁，喺个地下下边下面咁多丧尸。未学行先学走啊，犀利啊，好有前途啊！我从来都唔练 headshot 嘅。如果你练到，你如果真系练到 headshot 咧，其实都犀利嘅。因为咧，你练到 headshot 嘅话咧，你用枪手系天下无敌噶。因为咧，枪手咧，你五个爆头就保命，然之后咧，你每一次爆头咧，佢就补子弹，根本上系无限能源咁样嘅。你当你爆头，不停爆头的话，咁但系我就从来都唔用枪手，因为咧。我爆唔到头，我包住个头就得。爆头大部分一枪死。如果系特殊丧尸就未必一枪死。嗰只尖叫者要两枪死，爆头的话。如果系嗰只有啲人叫佢做蛮牛啦，有啲叫黑警嘅，好搞笑。咁样咧，嗰只咧就要四枪先死。433只你打，而家打得，你仲有70只丧尸，咁然之后咧就玩完呢个 game 啦，我哋射多70个小朋友，唔该。又入咯，僆仔冇咪入咯，咁简单。喂，搞咗咁耐，你都系杀咗十只丧尸，你乜事啊？僆仔乖啦你。我用支。副武器我都杀得多斯过你嘅，嗱而家生性咗少少啊！你而家喺短时间里面杀到20只，系啊！哦，而家韩大妈嚟噶嗰个屎僆仔，唔系。你而家咪喺嗰条桥上面咯。469，你又一直都唔射人喎。韩大妈做乜嘢啊？韩大妈，你系咪做到想变丧尸啊？韩大妈死紧啊！啊，你而家唔知自己做乜？哦，死咗！哦，你而家都杀到十几只尸喎，犀利喎！咦，屎靓仔射啲乜咧？欣赏下韩大妈喺度做乜先？哇，有叻机啊！
哇，俾人围紧啊你！补血啊！耶稣救赎你！哇！你我前面走个黐线，好，仲有十条丧尸，好，终于到礼啦！韩大妈，恭喜你终于识走啦！好，你嗱，我俾韩大妈你玩多三分钟，跟住我哋就结束呢个游戏啦。唔系啊，应该 suppose 已经完噶，而家储力啫嘛。等你摸熟啲掣，完之后咧，你仲有第二关可以玩噶嘛。哇！你仲要揀啊？几百只丧尸冲埋嚟，你仲要揀射边只？你真系高斗嘅啫，真系。MMM 啊！屎仔扭惯屎忽咧，佢射咧就劲啲嘅。唔系啊，哦，你 PS 5系易啲 headshot 嘅，佢可以揿到出嚟嘅。PC 就唔得噶。我终于明白你啱乜啦。555尺，好，玩完啦，好，结账。Not too bad。嗱，你可以睇你个回收嘅。你有个掣可以揿，我唔知你 PS5 点样揿，但系系有个掣可以睇到啲回收嘅。嗱，而家呢度系总结嘅回收，总结嘅回收，你睇睇。唔系你可以睇到你真系加到几多经验值，同埋加到个枪啊嘛，系咯。嗱，2000几，有嘅，我可以 show 俾你睇。第一关其实练到 aiming 噶，第一关系咩？系啊，第一关你头一开始喺个 lift 落 lift 之前咧，你可以练到少少 aiming 嘅。纽约嘅 episode 1啊。